结合悬疑浪漫元素。我们不该认识，却认识了；不该喜欢，却喜欢上了。所以我们还是做回陌生人吧。重现古龙江湖快意，你认为能杀得了我？不能，我要拼命。中视2010年跨海力作，8月19日起，中视8点《流星蝴蝶剑》。